解那些难以相处的婆婆。那你那个买的房子怎么写的名字？写了我的，怎么了？怎么写你的名字啊？写宝宝的名字。我那个钱大多数都是我出的，我把所有积蓄拿出来还找我爸妈借了120,000，我到时候自己去还，我还不能写我名字了，那你说写谁的名字合适呢？写乔家的名字啊。乔谁买房子你这么傻了，写女的房子。女的就不能写吗？谁买房子写小孩的名字了，写你的名字。那我想问一下，现在我们住的这套房子为什么没有写明明的名字，而是写的你的名字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你不是女的？你出去，来来，你出去，你出去，我为什么出去？你出去，你还动你干什么？我起来一点，我就不习惯。哎呦，你那你不穿，你回来了没有？管谁带了没有？你往下怎么管？怎么管他？你有意思吗？你往下你怎么管他嘞？他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，孩子感冒发烧了，你就不能让他多睡一会儿啊？啊，7点多点了啊？啊，你愿意吃就吃，不愿意吃你出去啊！你别天天的没完了你啊！怎么了？他多躺一会儿怎么了？我都没说啥，你进去揍他的被子干什么呀？啊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哎，你就要管他就行了。我愿意管他。你好好管他点。我跟你说，你想我气死。哪有你这样的婆婆啊？就是个劲儿，我看着你，7点多了，谁也不上厨房去做饭去了。大早上的你就没事找事儿。大早起来，他起来他的脚都是脏，就清个鸡蛋先好，先凉吧凉吧着吧。那是厨房。啊，锅碗瓢盆都在那里，你自己没手吧你啊？你凭什么让我老婆给你做饭？我起来就有了一趟，我家里怪死的慌了，我做一会怎么着？你别跟我叨叨啊！你还怎么着？你别叨叨！你还怎么着？我拉你！你别叨叨！你大早上起来哦，你睡不着，你出去遛个弯回来，你就让他做饭，你爱吃不吃？毛病！你饿了？吃饭没？现在做着吃。我不做饭，吃饭在楼下吃，去边吃。吃哪吃啊？你想吃哪你吃，我来吃。往客厅吗？客厅是让你吃的，客厅是打开的地方。那我跟哪吃？我在这边吃吧。以后记住，这饭桌你别坐，没人味儿。别住你这个地方，杀红了，换桌子来坐。是四川人，吃着免费的饭就闭嘴吃。这么胖了还吃，吃多了还让成天还让减肥。我愿意吃饭，消停的吃啊。孩子在跟前呢，我不搭理你。大孙，快吃，多吃点。我都让你妈吃了。知道的，我摆个京东。从你上午，我跟你吃，这干活不行，吃饭啥好过啥地方。干活不行，啥好过啥地方？这锯爪子是你能吃的吗？谁不能吃啊？刚领血了，我不能吃啊。我带两个小孩，我就那一发热了，我就给他盖被，我就盖盖被。你要咋着就想咋着，你这么点睡的孩子，那么点，你一二十岁，那是多岁？就这样，就这么点睡。我哪那么点睡了呀？你起床！哎呦，阿玛，你可能讲的理耶。我给他给小孩盖被，你怎么不叫我盖？他发热，他生病了呀！医生说不叫给他捂。你可听医生的啊！我就听我的，我就想让你盖被，就不给他盖。我就给他盖，我就给他盖被。哎呦，我妈呀！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这么小心啥了？你看你这日子多岁，你这么点事，我叫盖个被就不叫盖。我两个孩子就那样盖被，发热就盖了被，躺着汗就可以了。他发热本来就够难受，我本来就够烦的了，你还这样子啊？你那明天叫你儿子来家吧，天天这样我也受不了，一天天的。你让人在家来，让人在家来，打你！哪里？钱你们行吗？你
花了谁的钱？飘飘，不是让奶奶怎么的？奶奶，你能不能对我妈妈好点儿？我不希望对她好点儿，她这个奶奶不是就是个花钱分的哈？还有什么不分的？什么不分的？这钱，你钱钱你没说，你不会自己挣点钱花呀？有本事你自己自个儿花，你别你钱钱拿着俺那愣的钱，你没有出去，孩子在那个屋里读书，你怎么当着孩子的面你也这么吼呢？能不能有点？读书怎么了？读书怎么了？王文娟啊，你整，我跟你说，你会花吧？你会整啊？你别让你钱钱拿着俺那愣的钱，你嘚瑟。我不花他挣的钱，我花别人挣的钱，你乐意吗？啊，我乐意啊！有本事你回来你去花花人的钱去。我真花别人的钱的时候吧，你肯定就你就不乐意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就该干着急了。你花老不了花的，老不着花。再说了，你儿挣的钱不就是给我花的吗？你看你这个人，我这个人怎么了？你看你这个人，也就是俺的乐呗。我买个学习桌怎么了？啊，200来块钱给儿子买个学习桌怎么了？他平时写作业都在这个吃饭的桌子上。我给他买个桌子不行吗？行都行，我和你说，哎，你自己挣的钱买去，你别花俺那的钱。我不花他的钱，我怎么那个？你花的钱，我花他钱，我花谁的钱？再说了，啊，我花你的钱了吗？我花你一分钱了吗？你凭什么花我的钱？你在我家你就别对我指手画脚的，我跟你说。你还了不得了你还？我就了不得了。你什么了不起了你？我就了不起，你在我家，我跟你说。你家是我家，我看着你做小的家，你越来你越不上人丢了。我一开始你进门我就跟你讲了，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，你不要上嘴。我是咱师弟，你是不是？我问你，你跟他管到你儿子管到他不听我爸使唤。我跟你说，我这话在你爸说完就你了，我不能现在。那我爸现在不管我，你为什么要管我呢？你现在还可以。我妈不管我，你为什么要管我呢？你不是说的是不是？你要是你儿子这会你放不下他，你把他拴在身边，你不要让他这会没有关系，没有人想你。我那时候说别的什么？你不想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呢？钱你要什么呢？你不想干什么呢？你早点讲啊！我也不愿意上到你家来。哎呦，你别讲话，你别话，你咋？盘点那些难以相处的婆婆。17块钱买这么行？17块钱买这么行？50块钱买这买这么点吃啊？愿意买就买。你啥呀？你17块钱买这么行？50块钱给他一锅上买这么点吃来？等着你给我66大寿，我都给你买这个啊！啊！当初还在抱着他呢，我立马就冲进去了。我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挨打过，我说实话，我反被一个老妈子把打成那样。今年四季的起因就是我看太阳比较好去晒被子，俺家的绳子撑着不住，然后被子掉地上了。东方所的门口有个架子给掀着，我就去把它给抬回来了。我抬着架子往前走，然后东方抱着小二家后面跟着，然后他们婆媳两个人都吵起来了。我看见情况不对劲，我放下架子回头就看见婆婆在撇嘴，当时还在抱着孩子，我立马就冲进去了。哪个婆婆跟你一样，天天就少找，天天没事找事儿。娘，我出来出来，我不就是叫他去给我做饭的吗？啊，不就是就照顾我的吗？是吧？你说这个话，你良心呢？哦，你娶了儿媳妇了，给你做饭的，哪条规定的？你对她好吗？没管怎么着，我和你说，她跟着你的，她就是一屋，她就是一凑我一墙。人家娶儿媳妇都是来疼的，我没听过娶儿媳妇来是给你当保姆的，还是免费的嘞。我别管你怎么着，你别你给我把门卸了，是吧？俺我生了人了，养了人了，我不容易，对吧？啊，你伤了心伤了，一定你得好好凑吧。你不容易，谁倒车的？你凑晚了，我也不让你。你不容易，谁倒车的？你不容易是我爸是你婆婆倒车的，你找你婆婆去，跟我媳妇有个屁关系？把你这个臭皮撇上。意思你爱吃不吃，愿意做你做，愿意吃滚。我和你说，从这开始，你两个人哈都说去。别跟他说话，别跟他说话。你要是不好好办事凑合，我一啥事我也不要你。你凭什么？我凭什么？放老几呢？我放老家。你对我好点，我就是我领证。哎，别的。是我婆婆，你没生我，没养我。我就看你怎么着，哎，我就看你爱怎么着。哎呦我真是服了我。你服了我？我改天让你看个视频啊，你看看曹新荣怎么对他婆婆的，你就是不识好歹，倚老卖老。啊，你是个白眼狼，我白眼狼，白眼狼，白眼狼，你这样，我也不要你。爱吃不吃？儿子，我也不要你。老公，哎，你回来了？啊，我找我。回来了吗？回来。好，自我开始四强。再来一次。
我吃点饭。哎，你吃了吗？我没吃呀。他做的鱼啊，我不知道啊。你没吃？我没吃啊，你妈大概特意给你做的吧？做完就藏起来了。我就做这些。你找啥事儿啊？找事儿啊？他一天这不跟得干活呢吗？挺累的，给他做点鱼。你做点。你我做着的，那怎么的？找啥事儿啊你啊？就这么点儿，就做这么点鱼，你还不给他吃？那你没干啥？我还今天我还以为这太阳搁西边出来了呢。那没干活。行了吗？我也不吃，我也没那个资格吃，我没那个资格吃，我媳妇都没那资格，我哪有资格啊？你干啥不吃啊？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媳妇儿，有没有家里有没有方便面或者是什么东西？有米线啊，给你做个米线、啊。有米线，做米线行吗？行，现在做米线。你那个眼神，你能不能就消停盯着米碗里的饭？没有。哎呀，这吃个饭可累挺了，就跟做贼似的，你知道吗？有必要吗？我的饭吃几个了？吃饱了算。你说也没有吃你家米，也没吃你家面。你说自己你都不知道吃几个了吧？别人吃几个你都门清，吃包子一样，吃饺子一样。别人吃十一个饺子你都能数，你都能数得清。你自己吃两盘子你都不说。啥你都吃两盘子。什么情况？这啥意思啊？啊？我操，门怎么还推不开了？什么意思呀？咋的了？问他去吧，问他去吧。我这一天刚，咋的了？你问他去吧，一天天净找事儿。哎呦我的妈，真是苦了。咋的了？好吧，你回来干啥呀？那没了，我打电话让我回来，你干啥呀？你们这是？我以为你俩搁屋里头吵吵呢，这怎么谁还把东西给他扔地下了呢？我扔的。干啥呀？那啥家啥家都是几点了，我不写呢？还有孩子，咋的？啥也不干，孩子不接我干啥呀？就这么点事儿啊？那啥事儿是大？我问你，怎么的？怎么扔扔吧，没啥，我也啥天啥天不起来，他起不起来跟你有啥关系？那谁过日子不早点起来？保证我俩不吃饭呢？你俩吃饭你自己做，愿意吃不吃，不吃拉倒。你再说一个，我就这么说。我给你娶媳妇干啥去？娶媳妇那是我的，跟你们没关系。那不是你，那啥，你给娶的，我俩是裸婚，你没花钱啊！我要你，我都白要你。哎，好，就不要白要了。我出去吃，自己吃，天天的，你以为我没脾气是吧？啊？谁跟你吃个饭一样？没事找事儿。盘点那些难以相处的婆婆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大清早上你吃，你见我没脾气是吧？你看看你弄的这些。怎么了？昨天起来我有个寒病不行啊！你还没小孩上学要紧啊！我先给小孩弄了吃了，一会儿再给你弄不行吗？你等一会儿就不行吗？啊！你为什么不两百两百？你没脾气才喊？你自己我昨天起来我就不吃饭了。你自己不会去买去啊？都七点半了，给小孩买个早点，你瞧什么呀你啊？你就等一会儿就不行吗？你就这么饿了吗？我就太饿了。你还饿了？你自己不会做去啊？怎么了？他你这多他怎么买的、哎、行了行了行了，坐下，你换衣服去。你看看叫我弄的、啊、不吃了不吃了，加了钱不吃了啊，下楼我就给你买。什么人啊你这是？婆婆不会当婆婆啊？奶奶儿孙子的东西跟他抢，你弄散了小孩怎么吃啊？你好大的脾气了你还？我就脾气，我就今天发脾气了。行了行了，你的脾气搞大了你还？行行，你去屋里喝去。你搞大的脾气，行，你自己喝去吧。我看看你的脾气怎么着，我就多喊你。你闭你的臭嘴吧你！你看着，你天天没事找事，我真受够你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早晚有一天这日子过不下去了，你早晚得把这个家都没了。他为什么不叫他、啊？你闭嘴！他没两笔不像，凭什么给你多？啊？他没一笔的话，我就是他，我看。一天啥也不干，就是要不就画画嘛，要不就祸害东西。
吃饭不这么点吃，下午三四点钟才吃中午饭去。那两个孩子，老大上大学，还有小的，你又不管，那你说他不在家待着管孩子，那谁管孩子？他就是那懒人呢，啥这个那的，都太懒了，那不愿意干。不管这干啥呀？你去之前我就跟你说，我说你少操心，你就自己在你屋待着，你想吃啥吃，想喝啥喝，这你什么都不用管，你能不能什么都别管？不能。你要再管，那我就给你整出来了，你就别在这待着了。谁有那本事给我整出去？我都把你们整出去就不错了，把我整出去，惯死你。那你自己在这待，我跟王杰，我们再出去，我们再换个地儿住去。你在这干啥？怎么了？回去问你妈吧。这么冷的天，你坐这里吃这个螺蛳粉干什么呀？走，回家。又怎么了？妈，又怎么了？还又怎么了？啊？你看他为什么捂的？早上俺早去捂呀，早起的，他真的把我愁死了，把我熏死了他。妈，我都说了你多少次了啊？宋小丽在家吃个螺蛳粉，你把那赶出去，你可觉得合适吗？啊，外面风这么大，这么冷的，我给你说多少次了，啊，你能不能对她好点？既然你屡次不改，后天周六我把你送回去，啊。哦，你是有心疼啊？我觉得你给我做点饭吃呢。你看他做的这个饭，他说吃什么他就做什么。我为了求出啊，我不是刚睡，他直接吃下。那他自己想吃什么就到什么，对了呀。你自己有胳膊有腿，你干嘛不做呢？我为什么我自己做？你为什么不自己做？我就是让他做。凭什么让他做？凭什么？我娶了媳妇，人家就人家听我的。你娶的儿媳妇，这是我娶的老婆，不是给你当保姆的啊！别说你这个嘴，我教育他的时候吧，你就别说话。我和你说，你说你是做了些什么菜，还的弄了些什么嘛？青菜，刚好这个豆皮炒的嘛玩意儿是？你会做吧？这是什么嘛？还的，这是弄个什么活不拉几的？会做是不会做啊？你还的，弄了个土豆丝啊？你不会搁上辣椒？吃辣椒炒炒，这是怎么吃？你不是不吃辣椒吗？我就没放辣椒呀。别是你的人，你别就做这个做。我放辣椒的时候，你说嫌辣，你吃不了辣。我不放辣椒的时候，我觉这个嘛，你放点辣行吧？放点微辣行吧？你会做饭是不会做饭？我问你，你天天你看你这里。做饭，你做的这么慢，我一个小时也没。没有相当的，你别吃呀，你放下，给你做出来的，你还那么多事儿。我做饭的时候你在哪儿呀？别帮了哈，没完了是吧？就是你这个鬼吃饭。哦，我管他这个死命，你这有毛病了，你看见？出去吃，自己吃。天天的，你以为我们没脾气是吧？啊？谁跟你吃个饭一样？没事找事儿。不回来，侄子不回来，再做饭去啊！好了，我们吃完了，我们那个吃完了不管碗了，我不饿呀、啊。我们不行了，你这个点了，你们没做点吃的呀？没做吃啊！闭嘴不说话呀！哎呀，我们吃完了，你自己等点啥吃，整点啥吃。我不能做，你说怎么不能做呀？那吃完了啥菜不都有吗？怎么的？那你娶媳妇就不能正好做点饭吃啊？我俩吃完了，我俩没吃完的话，那给我们做，做不了。你自己又不是不会做饭，非得等着靠着我呀？那给我娶媳妇干啥的？不干做点饭的干啥呀？我们压着你们压着你，之前的你们都喝西北风了，是不是？非得天天靠着我做饭？我岁数大了吗？你可不跟他叨叨了，你可别跟他叨叨了。行，你赶紧回去吧啊！你自己去找整点啥吃，快做点啥吃啊！不做饭你们就饿了，一天还非得靠着我做。我去出买的。那娶媳妇不就是给做饭吃的吗？哎、我这么大岁数不，就是给那什么让你们做做呀？我去买的。这你干什么的？啊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还吃啊？你怎么了？我不吃怎么了？不是我跟大老妹今天过谁过生日啊？啊？你孙子过生日，你怎么把蛋糕给他吃上了？俺孙子过生日怎么的？俺俩生日，俺俩生日生日，他奶奶的苦日怎么了？他不用得小去小吹完，打完麻将回来就坐在这儿开始吃，还自己戴上生日帽了，你看看像个什么样呀？不是妈，你是不是今天太过分了啊？你孙子七岁生日，怎么买了个蛋糕你先吃了？我娘吃的不行啊，孙子还没来吃呢，还没许愿呢。你也太无语了吧你？
我这个大狗，你还能来惹不溜的脾气？不是，你怎么越来越不讲理了呢？这个问题你还怪苏小丽啊？是她的问题吗？啊？今天什么日子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你给你孙子买什么了？你告诉我。我今天孙子买什么了？啊？他应该孝顺我，我就不，我今天买不买没关系。他孝顺你，对，应该的。问题是，他今天过生日，你给他买了一颗糖了吗？一颗糖都没买吧？咱不说平时了，今天你给他买过一颗糖吗？行了，坐里边生气了。啊，这蛋糕回来还没开始吃，还没开始许愿，你就开始扒拉着在那吃，像话吗？像样吗？好，你可还捏个口气，你看你，我吃个大狗，你喝你两口子了不得了。行了，我不想说了话，不想说话了，我真是我，妈呀，我活了30多年，我第一次碰到这种事儿啊！真是好好的一个节日，就让你给弄成这样。行，你自己好好吃啊，你是我亲妈。